今天是2021年2月3号，星期三，一大早起来，看到风信子开了，这就是我们家的风信子，红色的风信子，非常的美丽，而且呢，风信子最迷人的地方是有淡淡的芳香，非常非常的香，风一吹起来，那香味真的非常的香。非常的迷人，所以呢，把这一段拍成影片做纪念。旁边呢是已经盛开的，粉红色茶花，然后左边是掉下来的红色茶花，然后今年的2月，风信子非常的香，所以拍这些录影片做纪念。谢谢，拜拜。